姊妹大家平安，啊，真欢喜吼，咱兄弟啊，大家当伫即个新年的第一天吼，做伙伫咱的圣殿来敬拜咱的主，咱的上帝。啊，即时咱要用咱的诗歌、咱的歌声来阿罗主咱的上帝，啊，请兄弟咱大家起立。啊，你若无方便徛咧，你坐咧嘛袂紧吼。咱首先来唱一首感谢主阿罗主吼。你心内哪有欢喜无？哎，挂起来哪像也袂醒起来哦。哦，咱大家人拢爱笑面，哦，笑面面，咱的圣殿，咱来阿罗主，咱的上帝，哦，咱回头过来唱一摆吼。为日欢喜，饮是阿罗主，天着丰盛，喜乐的人生。为日欢喜，饮着感谢主。的人生无，有无哈？丰盛喜乐的人生吼，啊，咱有过着平安得胜的日子无？那就无哪无安尼吼，但是快紧，兄弟姊妹，因为有主甲咱同在，所以咱会当过着丰盛喜乐，啊，甲平安得胜的日子吼，咱搁回头来唱一摆吼。花时间吼，啊，咱来移动咱的脚步，啊，咱来甲身边的兄弟来请安，哦，啊，咱买当行较远的吼，行去教会这个四个角落吼，啊，来甲兄弟来请安拜年。No.
一步搁一步，嘛是一首真轻快吼的歌，啊，伊的这个歌词嘛非常的有意义吼，啊，唔忙咱兄弟每一个人伫这个新的一年，大家一步搁一步吼，咱来走上帝国的路，咱做伙来吟。一步搁一步，咱走上帝国的路。一步，咱互相来勉励。啊，咱会知吼，要唱的第三首诗歌《专心仰望耶稣》吼。啊，这首诗歌的歌词，甲拄只咱顶摆头前我伫读的这个《希伯来书》第十二章第一节甲第二节的经文吼，是相像的吼。啊，咱伫唱这首诗歌的时阵，咱就来效仿这个圣经内底这个《希伯来书》十二章第一节甲第二节。咱身边每一位兄弟拢是见证人吼。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，像云彩围绕着我们，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。脱下缠累我们的罪，既然
千年悠长。让我们专心专心仰望耶稣，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，一合一的心并存忍耐，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。让我们专心专心依靠耶稣，荒野中的安慰引领者，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，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。来都为他来作为全击败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，像云彩围绕着我们，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，脱下传累我们的罪。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，像云彩围绕着我们，心向前奔跑，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。让我们专心，让我们专心专心仰望耶稣，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，一合一的心并存忍耐，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。上尾一首诗歌吼，这是圣诗吼，这个 melody 咱大家拢非常的熟。啊，唔忙咱唱这首诗歌的时阵，咱用一个祈祷、感谢的心作为来吟吼。心中的
上人阿头上个祈祷，亲爱天父，多谢你给阮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来开始一个新的年。对阮来讲，这是一个真正好的提醒，真正好的挑头。因为阮的上帝亲像太阳，带予阮烧炉，带予阮生命，啊，予阮真实有一个光明的一年。因为有你带路，也有你同行。阮回顾过去这一年，阮是真多的理由通感恩，毋是因为过去这一年无灾无难，因为阮中间有人有损失，中间人有病痛，中间有人有拄着困难，但是你有直直的中间的保护啊保守阮，每一步看见你的带领，每一日看见你的同在，啊，予阮平安经过旧的一年。并且欢迎这个新的一年，予阮真实存着感恩的心来亲近你，赦免阮的罪，因为你的恩典这么深，这么高，总是常常阮袂感觉，也袂通知足。直到阮有真多的埋怨，真多的咒诅，加予阮一项的恩典，加予阮一项的福气，予阮会晓感恩。阮也将阮的需要带来你的面前。压伤的路，伊你无压断；你要失去的定气，你无甲分开，花去分开失去。为着安尼，阮好胆来亲近你。伫宿舍里面，身躯病痛的，无论是伫遮，还是伫台湾，还是伫其他的城市、其他的地区，你甲阮三个弟弟，亲像你甲因三个弟弟相款。特别，阮为着Cathy Young的老爸祈祷。伊伫这个台湾家护病房的中间，主啊，恳求你赐予恩典，恳求你伸出你安慰、伸出你医治的手，啊，让这个家庭伫这焦急的中间，感觉天父同在，看见天父的安慰，经验着天父的医治，继续甲保住自己的这个家属三个弟弟，无论是伫遮。啊，是伫芝加哥，啊，是伫其他的所在，互因伫损失即个妈妈的时间，因心内得到安慰，啊，得到天父的保守，啊，互因继续跟着妈妈即个请你为着你牺牲服侍上帝即个脚步，啊，互即个子孙大家人因来甲你搁较接近。我也将教会各款的工作交托在你的手中，囡仔的工作、青少年的工作、英文部的工作，即小组，还是团契，还是师班，就恳求你利用即个机会，让阮为着你最好的见证，啊，让阮亲像过去一年蒙恩，让阮伫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看见，有一个新的志向，有一个新的憧憬，爱要继续跟随你，并且用更加好的态度。来为着你啊，服侍拼搏的工作，求你纪念像 Alpha 这个企划课程的工作，陪伴阮的兄弟姊妹的心，啊，让阮伫修改阮教会的这章程的顶面，伫选股新的执事的顶面，看见你的带领，真是用你的心最心，啊，让阮的教会因为有一个好的这个。啊，天将来甲阮啊，做阮的标准，啊，因为这好的执事啊是长老来领导阮的教会，啊，互阮行伫你旨意的顶面，啊，互你真多，互阮真多最光最严有功效的这个教会。阮早起将这主会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恳求你对阮讲话，互阮听到你的声音，见到你的面。摸唔到你的衫裤，啊！阮心内讲，上帝伫遮，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